读诗是什么呢？就是涵养自己的心灵嘛，然后建构自己的情感。我们到底要怎么对待别人？为什么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？为什么要在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盛大的仪式？然后为什么要在两性关系里面首先要提出忠贞？这些其实都是做人的范式，以及我们怎么处理跟别人跟世界的关系，这从诗经开始就都有。人性没有变化，这个感情是共通的，所以了解了别人的感情，你就有了同理心，共情的能力，然后你就是一个柔软的丰富的人，而不是 AI。 当我看到那个有一个书友叫帅哥说，这读了就能统治阶级吗？能够吃香的喝辣的吗？这个问题问完以后，我就觉得你没那么帅。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回答一下，读完了不能让你成为统治阶级，但是能让你拒绝别人统治。读完了不能够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不一定啊，但是我见过所有的能够吃香的喝辣的人，他都读书。我觉得阅读的意义就在于说，你能够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主动性，你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掌控感，你能成为自己的主人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